况下，轩有着超强的唱跳实力，曾推出多首热门歌曲，收获无数歌迷的喜爱。早前他在录制专辑时求好心切，让自己压力过大，导致身体状态不佳，支气管炎恶化。经过休养后，去年惊喜现身金曲奖颁奖典礼，还拿下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。近日，萧亚轩的工作室发出一张合照，只见他身穿深色上衣，配文则写到工作室第四天，并且加上音符的表情符号。贴文一出，立刻引起众人疯猜，他是不是要推出新作品了？大批粉丝涌入留言表示天后回宫了，更有粉丝激动直呼耳朵已经准备好了。同时，也有人注意到他的气色状态都很好，相信很快就能等到他的回归呢。